没有极限。我很乐意学习。前来报道。我会遵照你的指示。值钱的东西吗？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开始上课了。白痴啊！加入我们。专心上课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到手了。开始上课了。加入我们！爪子，这断了。啊哈！为了生命守护者，你不算什么。阿卡丽狂热大暴走！从前，从前有个来自吉尔尼斯。的男子，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龙的火焰，展览厅只对嘉宾开放。在哪里？哈哈，在这里！打我啊！
鲨鱼会闻到鲜血的气味。值钱的东西吗？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我的龙饿了，请勿触碰。会把你当成菇来打，了不起，大文还挺有趣味。好的，献给现场的各位小犀牛，脚印有点小状况。展览厅只对嘉宾开放。龙的心腹，愤怒的翅膀啊！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。打他的地方就对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这一把不错。那个我就收下了。卖差我阔气了。哎，这东西还可以用吗？没有牌了。
我还要。不知足，你不算什么。那个我就收下。嘿，朋友，危险王加里维克斯在此。可以，帮我拿一下吗？完工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攻击过了。马上就要买。完工了。看来你在陆地上反而站不稳啊。值钱的东西你不算什么。到手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那个什么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什么？也不是月光领地。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斯的男子。希望那厮的命里，只是在痛恨你不了解的事情。不能再拿牌了。朋友，冥星王加里维克斯在此。你不算什么。我那一半嘞。我不能再拿牌了。加入我们。
去了。我要挑战你。德拉克瑞，杀死入侵者。我跳跳跳。你不算什么。你不算什么，报仇。我能看见未来。了不起！哦，哈哈！啊！那个我就收下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我还要，还是我的。啊！你不算什么。要来场风暴啊！未来。
拉卡瑞，杀死入侵者。雷电！你不算什么。我有大巫毒。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雷电！哼，你不算什么。啊，犯错了。雷电！真讨厌。嘿，朋友，老英雄王加里维克斯在此。你不算什么。从前从前，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。我要裁掉你！你不算什么。辛苦的训练终于有回报了。我那一份呢？坏掉了。我那一份呢？那我不能再拿牌了。
样本似乎很完美。你不算什么。啊，绝不宽恕。有值钱的东西吗？哼，你不算什么。死者来讨回他们应得的东西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上的家伙，我杀不敌，到手了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欧阳德，哼，你不算什么，到手了。
派对，不救。那个我就收下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到手了。乌龟乌龟呛。哎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你不算什么，不能就这样结束。我没时间玩游戏。拿了就要买，我还要。全部杀光！你不算什么。全部杀光！斯塔拉哥。
罪你，这是为了安毛部族。哟，你的圣坛是可燃的。仔细，我的圣坛。样本似乎很完美。燃烧吧！烧起来哟！啊，真是糟糕！
是我。有值钱的东西吗？哼，这家伙完了。准备开拍第二场了吗？宾至如归。冰冷的火焰。哎，结束了。我们的我不是阎魔，到手了。来了，燃烧吧！这里没有防火装置，老兄。最好打保守一点。了不起！对，我知道，我超厉害的。鲨鱼会闻到鲜血的气味。哈哈！你不算什么。渴望复仇，完工了。我是魔法的精华。你不算什么。希望那死的命令。
我就收下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小心一点呐！死了，再跳一个！你不算什么。那个，我就收下。我还要摘给陈明。我还要全动手，摘给陈明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这里是残酷的丛林，你不算什么。你已经老了，足而精。乖乖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为了哈巴提。算什么？你不算什么，哼，你不算什么。我的魔晶发威了！你要付出代价。
你们全部都要付出代价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我不能再拿牌了。你不算什么。那个手下还不能打人的。我不能再拿牌了。投币报。样本似乎很完美。
算什么？完工了。你不算什么。那个，我的手下。完工了。不能再拿牌了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嗨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我还不能放弃。不管就算了。你不算什么。完工了。你不算什么，他们你不会原谅。一闪一闪满地宝，完工了。you
算什么。在我的沼泽里腐烂吧。喝一口。腐烂吧！是我的命令。你不算什么。听我的命令。真是的。哼，你不算什么。我就是来赢的。